如果一个数字代表一个故事，那么你的数字是几？我的数字是24。24小时待命是我们的工作常态，在这24小时内，我们随时面临着与死神较量。用嘴呼吸，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吧，我们来抢救，他们是在14号那边打工的，来这边跟他们结工钱，结工钱他们就要回家过年的。结果那天他们车上坐的4-5个人吧，出车祸，当场一个十几岁的就死亡了，然后有一个20几岁的，他们家里只有他跟他爸两个人，然后他儿子就是来有抢救无效死亡了嘛，然后看到他爸心里不好受。我现在一想到这个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就是我们科每次抢救完病人吧，如果说是抢救不是很成功的话，这病人死亡的话，我们科的护士做尸体料理之后，我们就会病人手里就是放一颗糖，就觉得，因为我们科的护士就说呢，可能就是人活这一辈子也不容易，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车祸的时候。反正觉得挺心酸的，才能犯这种事儿。其实生命很太脆弱了，觉得。我的数字是1，我有一个孩子，一个家庭，我想做的就是一心一意的照顾好我的孩子，我的爱人，因为我知道他工作也是比较累，压力也比较大，但是我会想着他想吃什么好吃的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我都有的时候会化化妆，把自己装扮一下，把孩子收拾干净，让他感觉到回到家是很温暖的，很想回家，愿意回家。其实要做这些工作是不容易的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的。但是一想到他一走进家里，他觉得哇，他会这样子，哇哟，今天还化妆了哟。他吃着我做的饭菜，他说哇，今天这个牛肉炒得特别棒。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也值了。一家人在一块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。我的数字是47，我班里有47个学生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希望他们能够完成人生的梦想。2000年过来的，21年，高三是学生最难过的一年。特别是模考次数比较多，但是模考成绩并不是说你付出的多就一定能够收获的多，特别是一些女孩子，每次模考完之后呢，成绩很不理想，而且她不是不学，就是付出的很多，有时候拿到考试试卷之后，自己都哭了。哎呀，看他们哭，我自己真的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自己也忍不住就流泪了，给他帮助他找方法呀，度过难关吧。作为一个老师，就是教书育人，最重要的是育人，成绩好当然更好，最关键的是成人。他不管是走到社会上哪个岗位上，他都是一个社会有用的人，都能为社会这个做出贡献。No te vas a nada Para que no llegue Torzat